OK， 第一次你调整了，你是说痛了很酸了几天了啊？嗯，所以去两天，也是酸，很痛酸。第三、第四天、很酸。很酸，第五天、第六天。也是会酸，然后还得慢慢走。哦，慢慢走 ，OK。还是你站还是做工的关系？对，肯定嘛，你有用它，它就。可是哦，我上车。那天人家不要咔嚓，我上车就啊不小心咔嚓了一下，因为它很容易，它就会。对，它就又再回去了。啊。太习惯了吗？我早上醒来 ，crack。还有啊。这样子很大声。OK OK。好像。你还是讲你的 story 一下，你是怎样发生什么事导致你的身体的问题？多少年前啊？九年前、十年前啊，你是说你怀孕就觉得这边腰一直酸 ？OK。医生说压到。压到，对，肯定是压到啊。啊，然后那时有粘腰部的。哦。啊，粘中腰部，粘到深喽。深的时候是，做你们粘整半年。嗯。啊，粘到深了。OK。然后作业的时候就。躺着也觉得腰酸，就想，哎呦，医生骗人的，生完也是还是酸。嗯，还有呢？我过后才发现是那个床弯床凹向中间。对。哈，然后就垫给他平过后，我只是作业期间也睡了靠近两个星期多。哦，不能起来。就因为他一直要躺着嘛，你作业就躺在那个床，一直讲腰酸。到最后才知道是床有弯，他们垫报纸给他平了，我再躺啊，原来是这样。OK， 但是他伤害已经有了。哦。然后你还有说过你曾经啊出月过后，不知道第几 baby 第几个月有从楼梯滑下来，就这样子滑了，一穿袜子他滑下去了。OK， 所以就那时候就开始一大堆的问题出来了。啊，也没有见你，他一直都在。对。他一直都在。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去针对你的问题采取一些行动呢？比如说你去看 MRI 啊，看一些。大概是三四年前。哦，三四年了，而且没有改善到。嗯，有我游泳啊，改善了。哦，游泳 ，OK。那是因为。很痛很痛，每天都很痛，做家务什么动作都很痛，然后也是很轮回就这样的。又要省，然后没有想要去看医生来的。哦，也没有。自己连买得到药布，就叫人连，叫家人连，连了就过后就有一天连要坐马桶下去都觉得很痛很痛，爬不起来，坐不下。哦，坐不下。惨哦，好痛哦，我的腰。OK。嗯，然后就麻。那时候手脚都麻了。哦，所以就去游泳了。很麻很麻，啊，去看医生才知道咯。哦，医生叫你去游泳。他也有建议，有他是建议我做物理治疗，一个星期三次，但是我没有去。哦，没有去。费用的关系我没有去。物理治疗大概一次100块这样啊。嗯，我也没有问，我怕鬼，没去。哦。OK， 所以一直拖啦，拖到我看你 MRI 是2019年。去年的是吧？啊，我那是我第二次。哦，第二次拍耶。第二次拍，因为那时候又在病房做工，然后还是有做工，去做幼儿园，然后有慢跑蹬到腰。哦。然后又很痛。又再来了。又不能走，要蹲下来，啊，下床也不能。OK。好像要蹲着走。OK。站着洗碗也不能，觉得要。要蹲下去的，嗯，主要是腰啦，使不出力这样子，痛啊。可以 ，OK。你就去照，也是，就照了，你就是照了，没有一些。第二次照。我知道你没有过后，你没有说有什么治疗啊。就躺着，就有听到人家讲说，好像整骨这样的东西啊，okay，有去过一次。哦，去过一次啊，可以。又痛啊，半死，就没有去了。是，然后 goodbye 了。你就找到我喽。啊，第二次我就来找你了。哦，好。
所以今天是第二次的调整啊，上个星期距离大概一个星期这样啦、啊。你觉得今天比上个星期的话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的身体？有松就有。有松啊。松。因为你一开始来的时候你是跟我讲五号的嘛，嗯，是非常很 dense 哦。嗯。现在今天的话会去到哪里呢？那时候你压压我才知道呢，哎，压压哪里呢？所以现在今天是这边很紧啊。一定啊。OK。差不多啊。嗯。我觉得 maybe 是这个吧。四号。靠啊、OK ，靠近四，靠近四。三到四这样啊，有时候痛它会跑的，嗯、你会觉得哇，有时候比较舒服，有时候比较可能你精神比较压力的时候啊，它就紧，嗯，它就比较痛。所以大概是这样啦、啊嗯，是有进步到了啊、哦，有，但是要跟你们讲，就是说调整哦，不是一天可以解决完全部的问题，嗯，因为身体也要需要时间来修复嘛，嗯，对啊，好像你割到啊、哦，你流血了，它又干了，它结疤了，然后又痒了，它才慢慢会好啊，要时间啊。是不是其实都一样，因为里面其实在受伤了。嗯。So, OK,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。谢谢。好。